今天我们要去中古索道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车上，其实我们俩很久之前就要去了。马仙姑就前段时间来的时候就说好了一起要带她去的，结果马仙姑来的时候每天都下雨。她是雨神，她一走，然后厦门天气就瞬间变好了。今天我都穿 T 恤了，特别热。然后她骗班道博骗我说让我穿卫衣，然后自己穿个短袖，因为都要热死了。我没有骗你，一会儿天就是太阳落山了，就会坐在山上就会冷。那你怎么不穿呢？我火力旺，我不怕。刚刚买完了票，71张，然后单程是20分钟，往返是40分钟。你看这缆车，我待会就在这儿上去。下面缆车啊？不会恐高是吧？我不恐高。我感觉我会有一点害怕。去排队吧。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我想象的以为就是前面都是镂空的，脚是悬空的。你现在已经空了。妈妈手机是不套壳的，我今天我特意套了个手机壳，因为我怕不套壳太滑掉下去。掉下去套壳也没用。套壳就会增加摩擦力啊，就不会那么容易掉下去啊。然后坐那边排东西背光，然后我们俩换了个位置。班照我不敢去下车，我怕相机掉下去。注意点。你不是不害怕？不是，主要是稍微有点晃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缆车现在我有点心慌。中古索道就在那个园林植物园，就是外史植物园的西门的旁边。对，旁边还有铁道公园的一个路口，铁路公园的一个路口。然后离下大哥纳木博也很近。对，离滨海公园也很近，就反正位置就是很便利，就是其实70块钱花的真的。因为厦门的景点它就挺集中的，算是。我们这个缆车不是这边是去的嘛，然后那边是来了。刚才路过的时候，一个小姐姐跟一个小姑子坐在一个缆车里面，然后她说：“哎，这两个小哥好好看呢。”那个女生说，声音特别大，我都听见了。你现在还害怕吗？不害怕了，就是她一直在抖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不害怕，就是有点心慌，是不是？我发现了一个仙人隐居的小木屋。你家仙人住木屋里啊？那不然他住哪里？住山洞里啊。这个松树好漂亮啊！这个好像不是松树啊，是一种什么山树。你看从上往下看的话，是一个五角星，然后旋转着的。你看这地方有个错别字，严禁站在栏内，那是篮子的篮。严禁在栏内站立。对。要下车了。对，我们现在下面是大马路。哎，好快啊！再坐一个来回吧，不行，人家已经下班了。对啊，9点，我们是10:20。对，改天再来吧。可能现在真的正合适。啊？他跟我们说话。那他在喊班班什么？是吗？不知道，是跟我们打招呼吗？好像是我们的粉丝。第一次遇到。在路上敢跟我们打招呼的粉丝，其实有不少人遇到我们，但是他们只是悄悄地给我们发私信，从来不上来跟我们打招呼。对，私信就说今天在哪里看到你们俩了。40分钟过得真的好快啊！对啊，同样是40分钟，上课的40分钟怎么过得那么慢呢？这个是40分钟，一转眼，我刚坐上去，一转眼就不见。其实也还好了，还是挺慢的，没坐够。下次我有机会再来吧。天气凉爽的时候，这一大帮韩国的朋友，行了，跟大家说拜拜。韩国的朋友跟大家说拜拜吧。拜拜拜拜。